重的政治压力，老板受到了一些完全不可抗的、完全没有办法对付跟忍受的压力，那最后就决定关掉这个杂志了。像《死亡的历程》，那同时也正好香港在一个非常特殊的政治大洗牌的这个阶段，我们觉得在香港做一个新的媒体是有很大的机会的，当然也有很大的难度，所以就决定说试一下。你一定要短，一定要轻，一定要快，然后一定要做视频，一定要标题党，就仿佛你如果不做即时新闻，不做很短的300字以内的东西，然后不做视频，你就不是一个新媒体。集一次10000字的文章的那个对读者来说也不能熬夜了，一个感叹号。大家都会一边熬夜一边点开这个文章，对，因为这种文章会戳中你的痛点。这样的一个媒体是有意义的，也就是说他们会来你这里看那些他们在本地媒体看不到的东西。两国谈判最激烈的时候，就是最最关键的时候，人与人的理解其实变得越来越难了。你在社交媒体的时代，其实人与人是越来越封闭跟越来越割裂的，言论越来越两极化，大家都藏在一个自己想听到的那一圈的那个话的氛围里，只听自己想听的话。媒体始终是一个社会公器，这个是没有改变的。你占用了这么多的资源，你让你的声音有这么多的机会传播出去，你就有相应的这个社会责任感。漩涡里的人有责任说出漩涡的样子，就说你作为一个媒体人，其实改变漩涡不是你的事情，但是你一定要记录它，你一定要大声地说出来这个漩涡长什么样，能够帮助学者去研究它，帮助其他的人理解，帮助这个漩涡里的人 不知不觉的相互仇恨的人至少能相互多一些理解的机会。深层次的原因会造成这样一种现象，在很多的产品和一些比如说推荐一些地方什么东西，这是不是一种软广告的存在？这个方向它的整个流程是什么样的？内容传播比较不利，您如果看浏览体质问题该怎么办？很多都是用 soft 的。我们公司也许在慢慢的内部的改革的中间，但凡这个人跟你恐惧的那个人有一点关系，或者是长得比较像，你就会把他从你的生活中拿走。采访的文章大概是这样一个流程。